画面中可以看到好几颗五彩缤纷的热气球蓄势待发，冉冉升空。其中一尊妈祖造型的热气球最为抢眼，它是宜兰东山乡公所邀请台东县政府和台东天后宫联手打造的造型热气球。今年首度在宜兰亮相，吸引民众慕名前往。有人天还没亮就到现场排队，希望可以跟妈祖一起升空眺望美景。带您听旅客说法：12点就起床，1点出发。 2点到，从哪边出发？5点，3点半就起床了。12点半起床，4点到这里。对啊。 会不会觉得很累？不会啦，就是体验啊，小孩子体验啊。宜兰东山乡热气球嘉年华今年迈入第5届，8号登场，接下来的9号、15号、16号，一共4天的活动。游客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搭热气球，还可以到东山搭旧河道小船，逛市集老街，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